伤害。距离有点近，先埋一个吗？去他脸上，打下来，直接打下来一个啊！想补 ，C 位反打。是的 ，C 位是原地跳车打下来了，太空原点。双方都有互换，而正面 Leo 是没能顶住 Hasaki 的枪线。Hasaki 来近点 ，CS 打了就能救，闪光全白，给白往坡下听到了，原地一趴还能救 CS， 这一波伏击打的是非常的好啊，很难打呀。GEX 这里出来脸贴脸的情况下，其实现在北边人也越来越多了嘛。是的 ，DG 九八这边也倒了，军机大事不妙 ，LG 打得很主动啊 ，LG。给了一个提前雷，就打下来一个。朴老师枪还是准啊，但没有什么作用。是的，没有什么作用。独木难支啊！挨揍，先上坡先打架。是的，你上坡还是要挨揍的、啊。JCB 的出枪 ，Crixy 直接被放倒，在车上被打了下来。就是双方正面接壤，还得给先把古萨布给补了、受伤了全是废子啊、！CS 一个人没倒啊，只剩 James 一个。James 和 Fix。Fix 也在、还在开车，但是找不到位置，这个没地方去了呀，找不到位置很难受，周围都在打他。James 已经倒了 ，CS 越南王七个淘汰了，越南王、哇，的近点再接一手 Third Eye， 进步太大了，正面好顶，而且他这一波的角色也很果断啊，同时他的落位的速度啊，肯定是要比Fix更快的，他先抢到了山上的那个坑，哇，这么远。哦，这也打得掉、不，他拿步枪压死的、这你能信？他还压到了一枪头。是的，一颗雷激活，CES 十一个淘汰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不是，他满编在这里，从一圈到三圈。先麦斯被远点击倒，不过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分数情况，对于 CS 来说也是这个无关痛痒。真的，去打架。去坡上打架？去哪里？去找人打呀！现在他这个角度，你看他再往北边走，打哪吧？是的，就他在天霸那里要对 XO 发起攻击了啊！先抽远点，加上龙四哥的一个投注，黑哥们直接被炸倒。正面 MT 能不能用投注把他炸倒啊？就在龙四哥脚下、小心小心！啊，林叔 MT 这个时候出枪了，泡泡还在摸，没雷吗？没雷了，有雷有雷，有雷少打了，有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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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！但是对方这一波。身位路太大了，主要是 Akita 这个位置太针对他们了，他的枪线对，就是你拔不掉他，你这个测试能躲一个躲不过第二个就很烦。一个人吸引了天霸之物 ，Akita 还有雷呀、要过来扔，拿了两颗，没雷了哦 ，Akita 顶住了 XO。这波 MT 真的是应该算是立大功啊，对，就是没倒。ES 的枪线，他们无伤腿上来的，来了，偷了一个，而且一刀那个是被打下去了，索尔直接被放倒了，但是原点有 Loki 的一个架枪，无掩体，这个位置没打掉了 ，Loki 后期出枪啊，问题不大，还想跑肯定跑不掉了啊。那一波其实 Mecha 不用跑位了，对啊，他在树后看起来还挺安全的，可能侧身也打过来了，最终还是被淘汰了。其实这是意料之中。是的，主要是三圈刷完那个圈之后，他选择往北边去走的话呢，没有早动。他主要是现在说不了任何的东西，真是耐得住性子啊。是的，他要做一个隐形。这个时候拿比赛刚刚出来，正好打了一个 timing 点。对。现在，关键谷仓那边也看不到他，肯定要出事啊。因为现在 Navi 是在一个边缘位置，51分。他是个忍者。Navi， 哎呦，关键是要出手，哇，看到了 Navi 的脸上，完蛋，一下被打掉了两个，三个。苏九打两个，苏九也倒了。是的，只剩小鬼一个人往圈里面去进啊！这一波真的是没办法啊。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是的。突然出来了一个队，他全程腿过来，一点信息不给。而且李构思他是一辆摩托车，他那个摩托车想当掩体的话呢也不好。这波轮到哪位啊？哪位应该是想要去上山去收风了，后点位应该是不管了。是的，他就冲一波 EXO 直接把 CES 给炸翻了，哪位顺势上来。是的，想收风 MT 直接换二号位，他不仅一个出枪没问题，压倒了，顶上腰压直接补枪，连续 XO 倒两个。是的，
还剩润一个人顶上来，还是没顶住五把的枪线，这把哪位是吃了分数啊？哪位打开了呀？这一下一下拿到六个淘汰。对的。啊，另一边达纳瓦在北部也是解决掉了号。九个淘汰，是的，很快速啊！一瞬之间直接刷屏带走了。虽然说伤害不错，他丢出了雷，还有机会吃药吗？五把冲枪了，打了个 Loki， 硬是顶着蓝圈、啊、打了一个。他尽力了，嗯，尽大力，兄弟，接下来影响并不是很大。哎，来了 ，L 呀，出枪了，全缩了，自己的车用不了了。倒两个，倒两个，这个情况。主要是倒两个，他会拖了达纳瓦的一个节奏，对，你扶不了人。这拖就完事儿了。蓝圈啊，嗯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刚刚 Navi 的一个出枪拖，就是对于 LG 来说，又是没什么太大压力的一局啊。嗯、是的，是的。达纳瓦还在持续输入 Loki 的出枪，连续的击打放到机标两个人。达纳瓦这波会不会乘胜追击呢？这是个反坡，感觉这边还手之力都没有啊。是，主要是达纳瓦现在车呢，过点烟一封，直接选择开腿了。车感觉应该用不了了，所以直接选择腿往这里过来过点，看 LG 准不准。是 LG 的一个跑把练习啊，但是原点 Unix 这个波加枪很准。PeRo 和 LG 同时都在往北边出枪。就是当时场上的三只满兵啊，只有拍到是没有人员，就这个石头的位置不错。高打敌小左、哎、一发一个，痛痛痛！你的大船固然很准，但不知道我小左拿下大狙，阁下如何应对？超级大宝贝儿，嗯，去强冲吗？大这个方向去冲，给机会啊！这是唯一的机会啊，对于他来说，哦，打赢了，托斯这波很关键，落地强补。我觉得补的有点对，这 Kickstar 屁股一顿乱怼啊，雷小组他拿到了这一分，是的，四打三 ，PeRo 的气势来了 ，LG 玩不了啊，两个一丝血来了，没问题，四打一啊，可以恭喜 PeRo 两连击了，是的。虽然说 AD 这一波被柔弱打掉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影响任何的。他是在后面必须得要挂一个边，这样的话呢 ，LG 就更难活动了。LG 这把也是拿到十个淘汰，有点影响的。国粹三缺一，不给分是吧？这个不给分，这一波。